刚刚呢，我们在讲李白，说他的这个整体上，大家对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当然，像李白的这样一种做法，不是他一个人是这样。唐代的很多的诗人，或者不是诗人，就是知识分子，这也都是他们一般的做法啊。比方说李白，他也隐居过。是吧？他也这个隐居山林读书，他也做过隐士，他也任侠，啊，他也炼丹。那么对于一个唐代人来讲，这里面有他的生活信仰的东西，啊，李白一生都是笃信道教的，他自己也以道士自认。他们的生活的理想是符合这个时代的生活的风气的，比方说隐逸的风气，这是一种时尚。当然你得有经济基础，我们上节课也讲过这东西。而炼丹这是一种风气啊，比方说跟道士打交道，这也是一种风气。但是这种社会的风气和生活的风气又与每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虚于不分的啊。所以就是只不过在李白的身上为什么表现得这么突出呢，那是因为他的诗写得最为突出，他的诗写得如此的杰出，就把他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和元素就带出来了，我们就能看到他。刚才我们说李白实际上是个很功利的人，他实际上是一个老于计划的人。那么正是由于，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区别在哪，就是说当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就是说他的基本理想不是说只是局限在升官和发财上的。升官发财这种事情对李白来讲只不过是在他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既得的现实的结果而已，他还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不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只不过在具体的这个人生的道路的过程当中，限于现实的种种的羁绊和这种约束，使他有时候难免会有些小人的行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耽搁他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你甭管这个志向跟现实之间这种吻合度有多少，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一点，所以一方面他极力的要迎合现实，因为你不迎合现实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呢他的个性和理想又无法让他跟现实完全卯合啊。你比方说他明明知道自己要做，他的志向就是要做宰相，他也写很多自荐信，在这些自荐信的里边呢他也有时候难免说一些吹捧对方的话，吹捧自己的话，但是往往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依然没有办法摧眉折腰事权贵。也就是说在李白的人生当中，他有两点，第一他要极力的迎合现实，他自己就要成为一个权贵，但他成为权贵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独断专权，也不是说为了就是说这个欺行霸市，他还是为了想要一个更光明的理想然后再奋斗。正是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现实生活的种种的坎坷和不如意黑暗面使他难以苟合，他难以苟合呢并不消沉，而是什么呢，而是一遇到这样的难以苟合的地方呢，他自己的独立性和那种人格当中的高洁的部分就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当他像一只鸡一样飞得比较低的时候，飞到低的一定的高，低到一定的低度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忍受这种低度了，他就必须要奋翅高飞。但是当他飞得很高了之后，他就很痛苦了。为什么呢？第一，他的离他的现实的理想越来越远；第二，他就会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所以他为什么写“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呢？他觉得没有人能理解他。他既想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他的具体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又想要保持非常独立的人格，这就是一个很两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的诗主要是反映了这个矛盾，这是他的诗的全部的主题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李白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呢，就是他归根结底是不愿意为了现实而放弃自己的人格和那个一直耿耿于怀的那种高洁的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理想高洁在什么地方，伟大在什么地方，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我不愿意让我的理想沦落的像现实一样这种黑暗，我可以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但不是一个黑暗的理想，这是有区别的。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在什么呢，在随着青春岁月的不断的逝去，年龄的不断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不断的增加，就变得越来越世故，越来越圆滑，那么原来再高阶的理想再独立的人格也慢慢变成了苟合的人格和什么呢，和不那么光彩的甚至有点庸俗的理想。大部分人是走了这样一条路，是吧，就像王朔讲的一样，是吧，青春就像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成了混肠子了。这个话是很深刻的，对不对，青春就像一条河，流着流着就像黄河的源头，多么的清亮，是不是，涓涓细流啊，简直是冰清玉洁的世界，那流到上游的时候，我说的是源头，流到上游的时候就不怎么样了，到中游下游的时候就没法看了，是吧，你要在长江的下游你敢游泳吗，是吧，你到那里水里头喝一口，是吧，你就知道了。但是李白他是希望什么呢，他的人生是通透的，反正他的源头跟他的下游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实生活不是这样啊，所以他发出的很多的呼唤和呼喊呢都是基于这样的不平。但是这东西在大部分人看来是矫情，是吧，面对生活你还能怎样呢，你还不就是妥协吗，当你无法改变生活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但李白说当我不能改变生活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但是我还可以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李白是个艺术天才，就他喊出的声音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一般人就喊一喊就走了，或者喊一喊只能自己听见，或者喊出来的东西呢没法看，但李白喊出的东西是艺术品，是神品啊，所以在文学史上他留下了一段呼喊，就像韩愈说的他不平则鸣，但是有很多人都不平则鸣啊，只有屈原啊、只有庄子，只有李白啊、只有司马相如，这些最大的不鸣之声，最杰出的最优秀的不鸣之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位置。也有很多史学家他们的不平之鸣在哪儿呢，在史学著作当中表现出来了，包括孔子也是不平则鸣啊，领域不一样，对不对，而诗呢是最为真切和贴切的能够表现一个人感情末梢末端那种最敏感的情感的部分，也最容易切近人心啊，所以呢这就是李白的价值。有人说李白是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但是从诗歌领域来讲了，对吧，那我们传统的从普泛的啊一般的大众的观点来讲，一说起李白光明，但是你读了李白的所有的诗你就会发现他的诗其实最杰出的诗全都是发牢骚的诗，你掰指头都能算出来，将进酒不用说了，蜀道难，行路难，是不是，这些诗凡是传颂于老百姓之口的诗，最著名的诗都是发牢骚的，都是有不平的气要抒发出来，这就是我们理解李白和切入李白的一个最重要的角度。所以李白他的诗里边，原来这个北大有个教授叫林庚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和学者，他曾经写了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他受这个教育部北京大学的委托研究李白，因为上世纪50、60年的时候李白这个研究是一个热点，非常热的热点，老先生呢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诗人李白，他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观点，因为他要迎合当时的一个社会风气嘛，那你要说在当时你要说这个诗人非常杰出，首先第一点他必须要代表人民的心声，所以他的作品要有人民性，
那怎么才能证明他有人民性呢？李白有一个很好的点，他可以掌握，就李白一辈子没做过官，一生布衣，哎，这就肯定是纯粹的老百姓，对不对？所以他老百姓，古代把老百姓叫什么呢？叫布衣，一身布衣嘛，臣本布衣，躬耕于什么什么，是吧？不求什么闻达什么，诸葛亮，对不对？他既然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怎么能听说他呢？是不是？司马徽怎么会推荐他呢？不是很奇怪吗？那不可能，他在襄阳那个地方，他是他跟各个周边地区的这些官吏州郡都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么李白他的身份却是一生布衣，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布衣过。所以林更现在当时提个观点，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他说他这个基本观点是李白有一种布衣感，这大家就理解了什么叫布衣感哈。就他用了这样一个概括，所以他说，既然李白的这个出身呢是一个商人出身，是吧？这属于社会的比较下层的这个阶层，那么李白自己一生又没做过官啊，他一生又写过很多呢表达对现实不满的诗，所以他有布衣感。正因为他是布衣感，所以李白的声音是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没有抓住李白的核心，所以李白的核心恰恰不是布衣感，而是贵族感。啊，李白自诩甚高，这种高一方面是基于才啊，他自己，李白在这方面是当仁不让的。同时，他的出身也自命不凡。啊，李白认为自己是李唐宗室，啊，跟这个唐高祖李渊他们这李唐，他是宗亲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李唐的李唐王朝，他们说自己是李耳的后代，这当然是委托了，是吧？谁能找得着呢？啊，他们自己本身实际上是鲜卑人和汉人的这个混搭的一个种族，啊，不是那种纯正的汉人了，这是有史可考的啊，不是谁在这瞎说的。但是他们真正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祖先是什么呢？在北朝时期的西凉，哎，就是现在的甘肃地区，有一个梁国，其实不是梁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诸侯割据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这个梁武昭王叫李浩，日字头底下一个高，那个字念浩，哎，这个人是所谓的梁王、梁国公，就这个人是被认为是就李氏一直传下来的现实中的一个祖先。那你想，唐玄宗说他自己是李浩的第十一世孙嘛，李白说我是九世孙，那还比他辈分高呢。所以关于李白的出身一直是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问题，因为李白第一他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啊，在李白开天宝元年和天宝三年之间，就是两年多时间在长安的时候，正好当时唐玄宗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他当时下了诏书呢，要求这个当时的一个大臣叫李彦云，这个人呢要收集皇家之业，就是把全国真正属于我们李唐宗室的宗亲的这些人啊，把他收录起，档案都收录起来以后放在那个宗正寺里。宗正寺我们知道是这个皇家的档案馆，对不对？李白跟李彦云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李白当时就在长安，但是那里边没有李白的材料，他无法提供这些。李白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伯禽，当时这个宣赦观察使范传正，因为范传正的父亲范进跟李白生前是有旧交的，范传正非常崇拜李白。李白去世了已经几十年以后，他又寻访李白的后代，就找到了这个李白的两个孙女，啊，两个孙女都嫁给当地的，就安徽当涂当地的农民，就完全就是老百姓，啊，那么就问他说，我要重新给你们的祖父立碑，我要需要寻绎你们的什么呢？家族的这个渊源嘛。那他两个孙女从箱子里头翻出来几张破纸，就是他们的父亲伯禽啊，李白的儿子伯禽呢，在上面写了那么几行字，但从上面也很难看出他们的枝叶脉络来。
所以他拿不出正规的家谱来，当然也可能是在家族的流迁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迁移的过程当中遗失了。那不管怎么讲，就是所有这些哪怕都不成立或者都成立，李白自诩李唐宗室这一个观点就能看出来他自己的贵族观念是非常之重的，这不是一般的重，而且这成为支撑他一生啊人生人格骄傲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再加上他自己的在婚姻这方面和还有他结交的官员之多啊，所以说李白一生他的交往的关系主要处于中上层，他基本上啊很少跟这个布衣打交道的。他交往的人你要细分起来就两类，第一他看得起的人，看得上的人，第二是什么呢？对他有用的人。当然说你这不是在贬低李白，这根本不是贬低李白，这是还原李白的真实，对不对？只有这样自诩甚高的人才有可能有那样的心理的势能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诗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就是你能想出这样的句子你不敢写下来，你害怕别人说你闲话是吧，你考虑左考虑右你顾虑很多，李白没这么多想法。所以就是说他在诗里边确实表达过痛苦，但是在盛唐诗坛上也只有像李白这样的人呢才能把他的痛苦和牢骚发泄得如此的淋漓尽致无所顾忌，这只有在盛唐这个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在盛唐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是吧？李白在给这个安州这个安徽的安州的长史啊裴长史写的信里面，自荐信里边最后一句话就是和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谈长剑乎，这跟那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不得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一脉相承的，哪个王公大人的门口不可以谈长剑呢？啊，所以这当时的人才选拔呀是双向的，我看青山多妩媚，那青山如果看我不妩媚那还是谈不成啊。就这一点上来讲，李白的脑海里边他的思想观念啊他沉浸在春秋战国的士与道的那种理想的关系，士人手中是道，君王手中有士，因为道和士怎么能结合在一起？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这个原来学过一篇古文的啊，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所以一个士人去拜见君王，现在记不起来了，好像是那个字念想不起来了啊，就当时这个君王就让他汝来前啊，这士人说汝来前，那人说你到我跟前来坐，说你到我跟前来坐，这个好像是竹来前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啊，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士人为什么相对的人格比较独立呢？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体系，就是诸侯纷争，是吧？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做相国，明天到他那去做相国，你像苏秦领六国相国印呢，是吧？那么像孔子这样周游列国也才能成为可能，因为你秦国不用我到楚，楚国不用我到齐国，这样就给士人的选择提供了多样性。你像孟尝君，什么叫狡兔三窟？在本国他不可能狡兔三窟啊，是吧？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做相国，然后他派自己的门生到齐国去说，哎，孟尝君在那儿受重用了，他只要一受重用你们齐国就危险了，然后齐国马上给他发聘书邀请他做相国，然后又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说，哎，他要知道齐国做了相国你们国家可就危险了，然后那个国家一着急又给他发了一个聘书，他手里有三份相国聘书，他去谁那儿都可以，
所以韩愈没有考中科举的时候，就给宰相写封信说，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啊，我为什么给你连续在几个月一两个月之内给你写三封信呢，求救呢，我实在是没地方去做官呢，是吧？现在就是天下一统，又不是在春秋战国时候，说我去不了楚国，去齐国，去了齐国去不了齐国，去魏国，我现在就这一个国家，我上哪儿去再出去到国外了。他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道出了当时世人的困苦，但是李白的脑子里头装的全是这一类的东西，他把自己想象成春秋战国的士，纵横家一样，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情节来左右着自己和现实的关系，那当然就要碰壁了。哎，所以就我们很多学术界有很多人研究李白的这个思想渊源啊，就两个，第一是道教的道家的思想影响他很重，第二就是纵横家的思想非常的重。实际上我们知道唐代是一个法律非常严格的国家，尤其是唐律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经典的法典，后代的这个法律呢都是以唐律为标准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正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由啊，所以他带着这样一个非常绝对自由的理想和理念在现实生活当中当然就会处处碰壁。